次或三个那一次，或许刚刚就打下来了。来第三把木板小鹿之战。好，现在比数来到1-1哦，这两个实力相当啊。不知道唐老鸭有没有打算七场都这样打？但是他当我们 Stan 是吃素的吗？对，七场都这样打是对我们台湾虫王 Stan 没有作用的、哦。他已经被弄了一次了，他下来就知道说下次要怎么守。对，改鸭老鸭赢了有吃的吗？那你可能要问 Stan 要不要出那个钱。好，第三把直接开始。我觉得 Sen 是有可能开虫洞，他因为他觉得这个版本那个虫族的快攻对于神族来说是很有效果，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五场面他可能会开一场虫洞或者是放一场大招。开水是真的喜欢星海的人哦，你知道有很多，不能说很多，应该说有些人对不对，他播星海但他可能没有那么爱。对，但开水小姐我感觉出来她是真的喜欢星海这款游戏的。好，1-1。好，这场因为这张图非常的算是近的啦，那二矿难开，所以我觉得唐老鸭这场应该也有可能会用教室前压的方式打。所以是谁播星海但是不爱，这不好说啊，这不好说啊。好，这个先来干扰一下二矿、哦，现在那边二矿是没有办法盖起来，那这样剩的话可能会选择直接做狗吃。哦，他选择直接开黄金矿，果然是 Sen 的想法就是你不让我开矿，我就一次裸山给你看。哦，他没有，他还是先下了狗吃，不然这太亏了。这边直接二矿开了，哎、欸，这边选择黄金矿不盖哦，他可能怕这样子会被搞歪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他可能有看到对方可能，他可能觉得对方可能要放招弄他，他觉得这样不好。好，王虫也是过来了，这边目前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二矿，不代表没有二矿，因为神族有可能会开黄金矿，没有错，就像老鸭这场是选择用黄金矿，那这边是算是正常的开局啦，正常开局。那唐老鸭其实也不是说只会放那个电磁快攻这种打法、哦，我们再看那个唐老鸭在打 Winter 的时候，他们最后是3-1嘛，那其实唐老鸭四场的打法都不太一样，6100分哦，不是开玩笑的，能够打到6100，绝对是有两把刷子。那像我们台湾虫王 Sen 呢，对，这么久没练，还可以保持在宗师的这个阶级，对，这绝对是有十把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老鸭这边的科技还没放，他想要哦，他杀瓦斯不够。好，这边下 VS， 下 VS Winter 大概5000多吧，5000多。我有几把刷子，我家厕所有2把啦。哦，我家厕所有2把刷子。哦，这边过去哦，刚刚那个 Sen 要放招就有被侦察到，所以他把一个东西炸掉了。他说他盖错。原本应该是要放什么毒霸还蟑螂，只是我没有，我刚刚没有第一时间带到。好，这边放了一个水晶塔，怕比较安全啦，不然这个炸就停电了。那Sen这边也侦察到，这边应该是有侦察到吧？他看到都要没开二矿，应该就知道是在这里了。这个，哟，看了一下，哦，这边为什么不采矿呢？哦，他刚刚是用recall的方式过去，所以第一次没采矿。那现在这边的三矿是没有开的哦。这边攻，这个刚刚这边有一只先知过来看，这边是没有开矿。好，这边现的想法已经被识破，这边有看到这个进化室哦，所以说那个唐老鸭这边应该是知道现这边是要做空投，这边直接盖了一个护盾充能器，
准备来防守这个东西。那因为接下来是做先知，所以基本上这个狗应该是很难赚到东西哦。他可能狗等等先知出来的时候要上去这个王虫里面哦，这样才不会受伤。好，其实还是有闹到一点哦。这边持续在杀，持续在杀。哎，这边还做一个双线。Oh my god！ 这边唐老鸭好像有点忙不过来，这主矿已经爆开了。唐老鸭的注意力完全都在下面啊，但他没有注意到主矿这边公民已经被杀光了。先知在干嘛？哇，唐老鸭是不是老了？唐老鸭主矿被杀了，在十几二十只农吧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很伤啊！大家刚先知一路往那个南边奔去哦，没想到狗在北边啊，把他的工兵都杀光了。现在双方的工兵，唐老鸭只剩二十只了。哇，台湾突然线这个双线真的是有点实力。对，他在下面攻击的同时哦，上面的矿直接空投。唐老鸭没有注意到上面被杀光了工兵了。好，那 Sam 的狗还是一样在侦查，在做骚扰。那老鸭这边做了一个凤凰去把王虫清一清，对，王虫清一清。那这边开始出先知，出到两只，一般都会出到两只先知做骚扰，会比较方便一点的，杀工兵会比较快一点。神族还不退吗？老鸭想要奋战到最后一刻啊，因为毕竟。圣这边也是，那个也是一开始也是有被骚扰到一点工兵哦，对他觉得他好像还有点机会。好，圣那个老鸭这边永不放弃哦。那我们看一下老鸭这边下放下舰队导航台，看来应该是要直接出航母。那圣这边呢？哇，赤蛇直接出来了，但是现在这场因为前期做骚扰关系，他并没有多余的那个能量去铺虫胎，所以虫胎其实是一颗都没有铺的。不愧是虫王，对，不铺虫胎也可以把你打爆哦。这边是一颗虫胎都不铺，算是超越了我们目前虫打神的一个新理解。没错，他是谁？他是杨家镇啊。那现在那边把三矿开起来了，这边后虫被定到，其实这个定到是还蛮伤的哦，尽量被定的话都是定一个东西就好，什么工兵狗啊这种就好，被定到后虫真的蛮亏。那这边大量赤蛇去打下面岩石，这边陶老鸭家里是没有什么兵的，连一只航空母舰都没有做出来啊，这个完全是不可能守住这一波。我们这边 Sen 用最快的速度做出了这波赤蛇快攻。工兵其实只有42只而已，这边大量狗进来，老鸭这边工兵好像有点难保 哦，全部都去踩瓦斯了。大量赤蛇进来，唐老鸭顶得住吗？唐老鸭撤退了，两个先车爆开了，一瞬间全部爆开哦。唐老鸭这边打车 GG， 哇，阿珍步步重胎，因为他觉得没必要，我出赤蛇就可以把你打爆。现在我们 Stan 是2-1。对，他离鸡排又更近了一步。来，我们第四张图，下来交眼。